年初八点档人气暴增的陈子璇，离婚四年的他近日突然认了有恋人未满的对象，透露是在观察中的圈外人，也是快十年的朋友。最近一群人常出门，才越走越近。陈子璇坦言，刚离婚的时候没人敢靠近我，也不会想再结婚，现在则是不排斥，并且大赞对方是个老实人，虽然大八岁，但没感到差距。同时也经营副业的陈子璇更透露，自己在家包装时，对方也会来帮忙，甚至更说到男方蛮喜欢儿子的。那天我儿子还突然对他说我爱你。从这样听下来，看来我们八点档女神的好事应该也不远啦。Bye.